会讲，啊边啊，迄、那个公园分做两边，有一部分哦，佮周围做纪念公园啦。啊，其实迄个所在本来吼，遐拢一间一间拢伫，就是拄仔你讲拢伫卖迄个木材的行啦。啊，因为哦有一片火烧厝，啊所以烧起啊，就嘛北边迄个所在就嘛做做公园。迄阵去烧的时候，我人都伫遮，因为我办公厅就是临时过，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我算起来拢不只啊熟啦，好啦。大雄大山顶看到讲这栋厝，啊，有个北树，啊，北树原来是伫倒位，原来是对面，即卖家乐福啦。啊，迄、那个建筑物就是现在，伊是日本式的迄种的建筑，就是木材啊，个砍木遐柴啊，啊，日本式的那个作家。啊，所以北树本来就伫遐，啊，咱定有伫听起讲，周围水捌体验下去伫北树古庙。佫毋是滚一届，滚几下届，所以尾后写一个北蜀游记哦，北蜀游记啦。啊，其实伊滚个就是伫对面，吼、哦，毋是伫遮。啊，阮遮同个出名有滴啥物？水路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所以。